在每一个时间点它都会有一个圆圈，那个圆圈所代表的意义是中西有70%的几率落到这个圆圈来。可以看到，尤其是最近10年来，其实我们的误差路径，以一天以后的预报误差大概从150公里左右下降到现在只有100公里。对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